换你丢，丢看看。哎呦，全垒打了吗？那已经三阵了。蓝的。那这哥哥你几年级的？三年级。跳级。跳级？为什么？我自己讲跳级。你本来几年级？应该几年级？二年级。那你为什么等下去念三年级？你想赶快长大是不是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去多跳级念三年？不知道。